的那个速度什么什么速度都比较快。哦，对，他们走路的速度也是讲话的速度，嗯，什么都比较快。嗯，壁咚键很快。对。日本人插画师 Mango 和香港丈夫结婚之后就来了定居，现在住了5年了。他除了继续自己画插画之外，也都有开班教画画的。比较随便，嗯，这个是也是优点也是缺点嘛。如果上岸的学生的话，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吃东西也他们觉得没关系，我什么做都是他们觉得没关系，但是我跟他们说下一次4:30开始哦，但是他们4:30的时候没有来，常常都是迟到的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这是香港的特色嘛，闭字都是没关系，都 OK 啊，这样。一个习惯。嗯，但是日本的话不会这样，日本的话比较严格，如果4:30开始的话，一定4:30到。如果加画画的时候吃东西应该是不太好。其实 我觉得香港有很多好的地方，比如说因为我们搬过来香港之后常常去露营啊，还有那个怎么说海上，因为香港的地方比较少嘛，坐巴士然后半个小时可以到好像西宫啊，还有其他的地方，还有 很多大自然的地方。然后黄花以前在日本的时候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做，因为想做露营的话应该是开车然后差不多2-3个小时开到的，所以比较难，它就日本的交通费也比较贵，没办法常常最远的地方。但是香港的交通会比较便宜，地方很少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香港的好的地方，是真的。